你们走我就找，你们走我不找。那我就报警，老公报警。你走我就找，你报警。报警找公安才好呢。我在这占位呢，我研究瞅个大伙儿这个。阿姨，这是车位，不是人位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我站着站多半天呢，你知道吗？你车呢？你但凡说你车在这块，我都让你了。你看我里边这座都站多半天了。你站座，这有站座有站车位的，你知道不？哎，打我人！我就打你了。哎，别走！我就打你了。走我就打你了。你走不了。不是姐，你管管是你吗？是呢，你别这么一般见识。主要是我。你再车位不讲理，我打你了，就打你。你那是车，我是不是车呀、啊？不开走，我站这块我都站多少天，你知道待多少天了？哎呀，你说这块有人要砸我车，完了打我了，砸人。他拿我屁股讲话，都中间有中间亲人。哎呀，我就跟你说过，大姨没多大事儿。联系三零。